欸、我很喜欢他把爆破图做的其实蛮广，没有那么多死角，打起来蛮舒服的，看得很清楚。请选择下搭乘的机体。这大概是多数以来我看过在占领点或是爆破点的区域内可以有这么开阔的视野了。以往的旧图可能打起来在点内都是人挤人，请多指教，很难分散哦。哎，把整个地形做很开阔，我感觉就多了很多不必要的地方。我离战斗区域了，请立刻返回。这是什么鬼地方？抱歉，冲过头。我只有一条路哎。要守哪？敌军开始进攻了，作战开始。中继点感觉超级远。不要落后，收到。战斗开始，请散开。战斗开始。我来守中继点就好了。Oh shit, bro！点跟点之间来回好过瘾，我一直在中这两者之间抽插。